我的主項是滑浪風帆。我是經過 Hong Kong U 的 Sports Scholarship Scheme 呢就入讀了 Arts Faculty 的 Bachelor of Arts。 那我現在是一名全職運動員啦，很多謝 Hong Kong U 這麼多年來的提供給我的 flexibility 和 support 啦，就好好地去令我可以配合到我訓練比賽上面的需求啦。所以我也都可以成功地參加了三屆的亞運會，2012年倫敦的奧運會，以及現在我是積極備戰明年的東京奧運會。